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哋今日为你送上《我要网上做老板》全球篇，实现你个产品营销无国界全球化。大家睇完呢个视频就可以得到启发。全球人类都喺移动市场里面活动。透过智能手机上网、搜寻、浏览、睇电影、购物，现时全球手机使用量是43亿。我们提供30天免费试用，客户在移动，我哋嘅手機版智能建集提供大量嘅模板，讓大家可以隨意更換。免費 QR Code 建設平台，無限使用。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帮大家做全球化的视频推广，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平台。我们保证，我们承诺在大家的视频广告播出之前绝不加插广告去干预，让大家的广告可以直接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看得到。如果大家对以上问题有任何不清楚的，可以向我们咨询一下，查询一下。多谢大家。